你知道癌症、心血管疾病、忧郁症都跟体内缺氧大有关联吗？康健出版最新书籍《优氧新医学》全面解答你的疑惑。长期缺氧容易形成三种缺氧体质与病症。热性体质的人容易肩颈肌肉酸痛、过敏和眼睛疲劳。湿性体质的人容易水肿、肥胖、体脂肪过高。寒性体质的人会经常胃痛、难以入眠，甚至焦虑。身体缺氧会使慢性病不知不觉恶化。想知道你是哪种体质？立即扫描 QR Code， 优氧医学专家张安之为您解答，提供个人优氧改善方案，扭转现况，身心健康扶摇直上。